到底谁干的？你们四个都不想毕业了是吧？啊！我再问最后一遍，到底谁先动的手？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和财大是友好学校吗？友好学校我看不出哪儿友好了，他们赢得起输不起，连续3年了我们还，他们对我们下手，你看输赢他们都受伤了。我觉得今天不管打架还是球赛，都打出了咱们国力的风采。往小了说，打出了国力大学的荣誉；往大了说，打出了国力大学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信念。说得好，冯宇。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毕业考试，5门主课、3门辅课，有1科达不到 A， 你都休想拿到学位证。是啊。还有，你不是体力好吗？啊？10圈。好。看什么看？向谁看齐啊？ 你们三个再跟他混，以后就跟他一样了。喂，不是说好一起扛的吗？双英雄啊！啊！哎，你看那边教室里女生是不是都看着我们呢？哎，你们这是跑步的吗？这么慢！ 那么呀，学位证都没了还好呢。说咱们4个人在一起真好。至于那学位证，你好好考虑好你自己。8门 A 有那么难吗？哎，我觉得8门 A 毕业倒真是不难，但是将来可能会很难。但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将来的事谁知道呢？是不是？哎呀，未来啊，有可能真的就跟书里写的那样了。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朋友们都逐渐分开了。为了现实，咱们都开始变得忙碌，到最后全都忘了自己的梦想。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是我们不会，我们会留在这个城市里边，即使吃不好、睡不好、住不好，兜里没钱、找不到工作、没钱交女朋友。但是我们一定会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进步，而且，咱们哥四个会一直在一起。好，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一起当互漂，要苦一起苦，要累一起累。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创业。 一块买车，一块买房，咱们要做把股票做上市，去上交所敲钟。来吧，一起承受岁月之苦，也一起承受我们的生命之光，一起恋爱，一起结婚，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一起入洞房。说好了，咱们四个做不到，谁说谎？谁孙子？ 先生们，请立正。出发。
青春转瞬即过，我们没有食言，依旧在彼此身边。此时的我们，年过而立，历尽沧桑，洗尽铅华，波澜不惊。虽然已不是当年的热血少年，如今的我们却成为了我们期待的那个自己。今天我们完成诺言，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成为所有人的焦点。我们知道你不信任，但是我们却是做到的。没有人是孙子。好，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登场，去迎接美丽的新娘。没错，我们说过要一起走入婚礼的殿堂，却没有说过新郎非得是我们。今天的新郎是我的小学同学，而我们哦不是他们三个大龄剩男陪我不远万里来当伴郎的真正目的是真的好。你看这一段啊，写得非常的有意思。被你深深的吸引住了的我，无暇顾及于此，便在你的带领下，静静地走向你的深处。我去！为什么不去跳舞呢？你是在跟小姐姐画吗？我不太喜欢跳舞啊。我根据你不去跳舞，今晚都在躲避我的眼神。我有吗？有啊。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谁先躲避谁的眼神，谁就把这个喝掉。来吧。好吧，我输了。哎，这个是男人该干的事儿，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我不需要那么在意。
今晚我等你。大家晚上好，我们美国 TASA 集团相聚在此，是因为我们集团高层的一个海外年会，今天也是我们的庆功会。没错，在今年呢，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2亿美金，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当然也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跟 ACE 集团的一个合作打开了我们的亚太区市场。这位功臣是谁呢？我们的销售部总监许多女士。 Lisa 你在哪里？我以为你迟到了。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Lisa 因为她个人的一个职业规划，很遗憾她要离开我们了。来 Lisa 来跟大家说几句。我真的很希望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玩笑，这件事情还有转折。嗯，来，谢谢亲爱的探秘。我想不到什么医美的词能跟大家好好说再见。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离别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相聚。无论我在哪里，无论在哪个角落，只要我们心灵相通，我们还是爱着彼此的，对吗？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份礼物是我在离别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大家享受今晚，共享此时。谢谢。你们三个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人啊？我祝你们幸福。我谈恋爱干嘛告诉你啊？对呀，一会儿就来找我了。对，好了，这么晚了，我不跟你八卦了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的床上怎么会有身高1.7米、体重大概50公斤、三围标准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披头散发有点吓人，不过仔细看，还挺漂亮。居然有一个变态潜入了我的房间，爬上了我的床。他身高1.83米，体重70公斤，脸庞白皙，典型的斯文败类。我觉得我必须批评他。为难交换，交换，交换！你是谁啊？来，开门。不要动！不是你谁？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是你来了我的房间，你是你下了我的床，你来问我？这是我房间，我刷卡进来的。你想碰我的词儿是不是？你进了我的那上我的床，你说我碰你词儿吗？我进你房间，你给我看清楚了，就我的房卡。你这是红书里吗？你是72栋2020？我什么东西呢？你这个骗子，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大流氓！对不起，你干嘛？我给你解释一下。是我走错房间，不，我刷错房卡了，我扔错房卡了。你这干嘛呢？我告诉你，离我远点啊！你别动啊！你干嘛？喂，有个流氓私闯我的房间，还语无伦次，可能是个神经病。别想跑！不是你干嘛呀？你占了我的便宜，你去跑！有什么事儿，咱们出来说，在你房间不合适。不要走！兄弟们，快来救我！一楼大堂汇合。什么情况啊？这么着急？女人？不会吧？你勾搭的曼琳娜不会是大哥的女人吧？不是，我走错房间了。啊！我跟你解释不清，快跑！哎，站住！没追过来啊！打电话，打电话啊！打电话，被保安抓走了啊！行行，赶紧回去找，赶紧回去找啊！你挺能跑呀，我看你往哪儿跑。小姐，对不起，我叫您一声大姐。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洋妞，她给了我一张房卡，让我去她的房间里面。但是后来，我想要把她的房卡扔了，我扔错了，扔了我的房卡。咱们俩的套房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进了房间，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鬼才相信你！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怎么进的我的房间？
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还有他们的读码器出现了问题啊。你是惯犯。说吧，你想怎么样？看你这样也不像缺钱的人，而且我可能我这手机和钱包是不是落你房间，还是刚才跑丢了，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什么？咱能不能私聊？可以，一千。原来你真是一个碰瓷的。两千。对吧？两千。除了现在以外，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支付这个钱，可以吗？喂，小姐，不好意思啊，我跟我前男友的私事就不麻烦你。小姐，你说什么？他是你前男友？我们俩前几天呢闹了点误会，但我没想到呢，他那有我一张房卡，想给我个惊喜。撤。拿着。不是还能少你呢？你这种人啊，真是说不准。什么叫我这种？你是哪种人啊？你个碰瓷女人。哎，我看这女的这气质也不像是碰瓷的。按理来说，住这么好的酒店，不可能混得差吧？女的走了。我跟你说，高档小区才好下手。咱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别提这事儿？这女的翻篇了，行吗？行行行，不聊不聊。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Let me know， 我也想太多，你怎么能忘记牵手散步过的街头？ If you want to go， 我就 let me know， 不去想太多，反正世界可以解开一切的疑惑。Just let me know， 想你得独自走，让自己的脑放空，不说，不想去说，是我给你的太多。小伙子，东西慢慢地吃啊，不急的。你还别说，在我的车上吃方便面，我是第一个。哎，小伙子，侬不是上海本地人吧？我是黑龙江人，大学毕业了以后就留在上海了。沪漂，沪漂更不容易喽。上海这边生活条件高。前面出车祸了，哎，没事吧你？对不起啊。各位久等，欢迎大家来到智动科技2020年新品发布会的现场。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拥有家庭服务机器人的总设计师、智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洪宇先生。给我们带来万众期待的小白。有请洪宇先生。他怎么还没来？等一下，哎，你好，我是这场发布会的总工程师，我是童宇。我现在马上迟到了，让我进去好吗？不好意思，请出示邀请二维码确认。喏，哦，请进，请进，请进，请。你们久等了，刚刚大家的等待持续了5分钟。五分钟啊，每一个人好像已经无法再等待下去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类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等待了几百万年，从简单的生活到可以使用工具等待了几十万年，所以你们刚才等待的这5分钟其实并不漫长，
因为即将呈现在你们眼前的，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这样亲和、幽默、人性化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大家一定想问我一个问题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对不起，我认为"功能"二字对它是一种侮辱。小白，我想问你一下，杰伦最近出了什么新歌啊？哦，不，他都已经很久不发歌了。现在我只听抖音神曲。小白，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现在帮我马上发一封 email 跟公司说我想辞职，我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是想辞职，只是想加薪，但老板不太吃这一套，建议更换方式。我们的小白，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序指令机器人，而是一个真正可以读懂人类思维的智能伙伴。他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脑科学，还有最先进的处理器和传感芯片，他可以做到真正的去理解。我相信小白在未来，他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好助手、好管家，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甚至在未来他也将是我们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小白啊，你说说我刚才说的话对吗？那要看你够不够朋友了。我当然是你的好朋友了，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让我们和小白一起享受科技，改变未来。师傅，我这里先下车了啊。班长，你现在通知全体学生，把国立大学的云课堂打开，密码是1921。同学们，早上好啊！今天啊，老师略有失误，所以我们这堂课改为远程线上授课。今天我们云课堂的密码是1921。同学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密码设为这个数字呢？中共第一大。没错，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会议的时间，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年份。同学们，看见我身后了吗？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中共第一次会议的原址纪念馆。来，它现在正在装修呢。啊，同学们，我带你们在旁边转一转，给你们讲一讲这次特殊的会议，好不好？好看吗？好看。那要不要搬把椅子坐在这儿好好看啊？
好的，马上就好了。英姐，12号粥那个小孩今天过生日，他爸把蛋糕给落出租车上了，现在哭着闹着要吃蛋糕。我看那俩评审有点不耐烦了，但人家过生日，咱不能赶人走啊。那怎么办？生日蛋糕，那就送一份提拉米苏吧。提拉米苏卖完了，那现在去卖也来不及啊。我来搞定他。哎，你拿刀干嘛呀？你疯了？小朋友，怎么了？是不是想吃生日蛋糕啊？那叔叔给你做一个好不好？你们不是没有吗？我们没有普通的生日蛋糕，但我们有特殊的生日蛋糕啊，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想不想要？的水果生日蛋糕，许个愿吧。生日快乐！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事，我们应该做。每个人生日都想吃生日蛋糕啊，何况是小朋友。哎，这小子有点意思。这个什么情况啊？胡换的吗？我走之前他们在这儿，我回来之后他们还在这儿。欢迎光临。你好。哎 ，Hello， 丽姐，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那个让杰瑞先陪您。你先忙。OK。你先忙。这么感谢。你们呐，能不能用点心啊？我们去那边的，像这个啊，就这种。就这个是吧？这种小的对吗？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请问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哦，那就只有一只了，没有别的颜色。这是咱们品牌的经典颜色。Mini， 你这样，你帮他们看一下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就是一边开一边关？对，然后它就。Hello， 丽姐。哎，小飞，好久不见。哎呀，有段日子没见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你说这个 mini 款怎么样？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你想听我的建议？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OK，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一只新款的。还有好东西？试一下。好啊。来，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为什么？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呀。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我还是个寻找者。这么多包包，这么多产品，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这包来的时候，我在想，哇，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但是当您进店的一瞬间，绝对是巴黎的春天。是吗？那给我包起来。这边请，来。就这个。是你看的那款吗？丽姐，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然后我去照顾。啊，好的，那你先忙。OK。能不能多少钱？嘿 ，Hello， 怎么样？有决定吗？我就要这个。有眼光啊！请问这个能打折吗？啊，奢侈品这东西呢，其实跟你们的爱情一样，都不折不扣的，对吧？行，那就这个了，我去下单。OK， 来，那我帮您包起来，谢谢。来，这边请。那我先走了啊。OK， 拜拜，拜拜，拜拜。哎，店长，你刚太厉害了。其实你不了解，像丽姐呢，她有社会地位，有经济能力，买一个包对她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定制感。而刚才那小情侣呢，刚刚接触奢侈品的，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加一些感动，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最稳定、最牢固的客户。我还是那句话。莫欺少年穷，我要的那是未来。
哎，头，那个刚点的外卖过来吃，快点。哎呀，上了。哎呀，不是大哥们，工作了一天，你们不累吗？还有谁让你们过来的？哎呀，怎么回事？小白，他们仨是怎么进来的？自行密码打开门锁。用户识别成功。宝宝，我回来了，我明天见啊。我说你们仨吃完了赶紧撤吧，我这啊辛苦一天了，别看了，哎哎。哎呀，哎呀，别等我了，有人说，30岁以前的成功多半是靠积累、运气与命运，30岁之后突破瓶颈再提升。是靠勇气走出而立之年创造的舒适圈，打破自我、自信、自私、自以为是的我们，奔向人生的再创造。而我们四个呀，虽然已过而立，在各自的行业小有成就，但是我们和从前相比，却什么也没变，依然乐在其中。我们所住的智能化公寓叫未来城，他的智能系统是由我设计的，我在这里安了家，而郭崇贷款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子，杰森和小飞一起租住在这里。整个小区实施了全智能化管理和应用人脸识别系统，保障小区安全和储物取货。小区的智能厨房助手是2台6轴机械手臂系统，一台是我设计的大师级咖啡机，另外一台则是下厨的好助手。而智能环境监控系统保证恒温恒湿、PM2.5 过滤以及业主体温健康监护，这就是我们四个单身汉共同的家。夏小飞，起床了！我去，几点了你才叫？我要迟到了！哎呀！吃什么呀？三明治，又三明治，还切片呢，时间了，有的你吃就不走，还挑三拣四啊！别把钱骗了，继续说话。先给我三明治，等会儿再结账啊。加个蛋，微信收款金额10元。哎呦，今天童总工没迟到啊？那不是今天比较幸运吗？没保安拦我。江总，咱们开始吧。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您讨论我的新项目了。
但你为什么会选到我们公司呢？因为你，这就是制动科技的危机。这女人来制动科技没那么简单，冤家路窄。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欢迎光临。你说她是奔着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气？